这双鞋我大推，为什么？因为它非常好穿，也非常好搭。之前 GD 有一阵子穿这双的配色的低筒 Fear of God 跟 Nike 联名的球裤，粉红色，今年可以买。1290喜欢靠北。今天是礼拜六，好，礼拜六大家都在放假，但是我呢，我还要出来工作。那我们现在人今天来到桃园的那个华泰名品城，一个刚开幕非常大的一个 outlet 这样子。在开始今天的主题之前呢，你有没有发现说，为什么天色是黑的？有没有？为什么呢？我跟你讲，因为我忘记做开场，好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重做一次。我今天呢，想要带大家逛这个 outlet 叫华泰名品城。那讲到 outlet， 各位朋友，各位鞋迷一定会想说，是不是这边会像国外一样有很多神鞋在里面卖？比如说 Easy 放架上啊，或者是 Air Max 197放架上卖，我就是会有一种幻想，对不对啊？我自己也是这个样子，所以我今天想说，趁这个机会呢，来这边好好的逛一下它的鞋店，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非常值得购买的鞋子，甚至是一些屌货，好不好？那就看下去吧。好，接着我们来到这一间是 Vans， 好不好？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什么便宜的鞋款 ，Let's go。粉红色，今年可以买。1290喜欢靠背。这双我也蛮推的，为什么？它就是之前 GD 有一阵子穿这双的配色的低筒，卖到翻掉。那其实我觉得你如果搭长裤的话，就跟 GD 那双很像。所以这双鞋多少钱？1540。哇塞！去年的 CNY Vans 现在卖多少钱？790啊，1290，可以。这个很像跟 Double Taps 联名的哦，懒人鞋。那它鞋面的材质我觉得蛮好的，质感蛮棒。多少钱？1290。Damn。好的，就在 Vans 的对面呢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熟悉的字体，是哪一间呢？看一下哦。这个风很大，刚逛了间84家，其实因为里面不能拍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来进去看一下里面的商品有什么款式，其实还蛮多的，包包配小包，像那个非常红的那个 Speed Trainer 都有，然后价钱大概落在13000多块左右。我今天好素，头发完全没有抓，好不好？所以各位来这边的朋友还可以进去看一下。如果你是喜欢84家的话，我们来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艾迪达的 Outlet。RZWeGo 了，这双鞋我大推，为什么？因为它非常好穿，也非常好搭。那它的配色非常多元，你看这边有一个荧光绿配蓝色，那这边呢，卷曲的这双我就尬耶哈。这箱没话这，看一下，2999，不到3000块，可以。Micro Pacer Boost 大底2399，这箱哎呀，2399。好了，现在是大家非常期待的，就是我们来到了位于华泰名品城的二楼，然后呢，耐克就在这边，到底有没有神鞋呢？到底有没有平价 Jordan 呢？瞧一下好不好？进去喽。这里的人潮跟刚刚阿迪达有得比。Ambush The Brown 的 Icon 系列6490。然后呢，还有粉红色的都进 Outlet 了。各位朋友，找一件屌的 Fear of God 跟 Nike 联名的球裤6480，好不好？这个比鞋子还值得高兴，买到这个的话。好了，过完 Nike 啦，整体而言。没有什么说什么神鞋啊，没有啦，就是刚刚最值得一提就是刚才那双 Ambush 的联名鞋款而已，但其他呢基本上都是大众款。然后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想要买一个 CP 值高的鞋款呢，其实来这边逛可以买到蛮多你喜欢的。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要挑选一双可能是有炒卖价的鞋款的话，基本上你选都不能选，不太可能，好不好？所以留言终结，台湾的 Outlet 没有神鞋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看到没有，现在已经天黑了，就知道我们今天拍了一整天，花了非常多时间在拍一些帅照这样子。那就是拍照工作之余呢，想说带大家逛一下这个名店城，它里面到底是好不好逛，然后鞋子到底屌不屌这样子。反正今天总体而言呢，我个人是觉得还行啦，你不会找到什么神鞋，但是呢，如果要捡便宜的话，买一些 CP 值高的产品的话，这边是一定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的这样。